什么？你冷不冷啊？那你穿这个薄不薄？没带别的衣服，但是在丑和死之间，啊，在美和死之间，我当时知道中间谁来了，我还特别淡定的看，感觉挺舒服。这边谁拿的？我就撞过来了，我就整个线上全都按进我的掌，不用给了。然后他们就让我，我感觉不到疼，就觉得鼻子麻了。我还在那说，你看这是真鼻子啊，真鼻子啊。然后一看镜子，哇，笑死了。Hello。你真的感觉挺不喜欢小动物的。我挺喜欢的，只不过他有的时候爱跳楼，爱跳楼，我有点害怕。跳楼？是不是抱着抱着突然就跳下去？他不跳。你之前不跳的，上次跳了吗？那是因为咱俩坐着，他想就是看你不怎么稀罕他，他想就是得到你的喜欢。哦。你要抱抱吗？我不了，我有点害怕。真的太可爱了，儿子。那男生为什么会喜欢男生？他是一个，他也喜欢公狗，也喜欢男孩子。哦。他可能就是喜欢男生散发出来那种雌性的荷尔蒙。爱了你。你就直接唱中麦乐迪是吧？爱了你，你还好吗？脑海中的旋律，一转。我可是他粉丝，你还给他唱点？我可是他粉丝。我还为他那个什么？你是我的萝莉。啊！那个是曹格。啊？那个是曹格。